咯得咯得，刚才有一个小朋友他偷走了另外一个小女生的甜甜圈，怎么办呀？那我们肯定要去把他抓过来，我们出发吧。哦，站住，不能走，站住。Hello， 你为什么要偷走别的小朋友甜甜圈呢？哼，我才不跟你说呢，我要走喽。站住。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手枪喽。这个手枪我们必须要把它打倒。手枪怎么说呢？ Pistol 手枪， Pistol 手枪， Pistol 手枪。让我们一起来瞄准目标。咚咚咚。我投降了，我投降了，我不跑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能偷小朋友的甜甜圈。那你快把甜甜圈交出来吧。我现在就去拿。甜甜圈在这个里面，这个是小朋友的甜甜圈，我下次再也不拿了。好的。那你就走吧。我把甜甜圈收走喽，我要去还给小朋友。好的，歌德，我现在就走喽。小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回去把甜甜圈给小朋友，好不好？我们出发吧，走喽。小朋友，给你的甜甜圈。谢谢歌德。给你放在车上喽。看小朋友们抱着甜甜圈好开心呀。小朋友们，我们的歌德是不是很厉害呢？把我们小朋友们追回了甜甜圈。好的，那让我们下期再见吧，记得点击关注我们哟。